可厉害了，他拿了我们年级第一名，而且是唯一拿满分的神童。啊，卖菜的除了个神童。我说过没有，我就说三年级这小子有出息。我儿子是音乐家。你儿子要是音乐家，全世界的驴都成音乐家了。我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俩进了一个楼道，大街上可亲热，有救场亲嘴喽。哎，你想烫死他？不是，他刚才咬我。刚才真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没事儿。哎，陆老师，我觉得大姐虽然不能说话，可是她那眼神够吓人的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她在床上躺了那么多年，心里压着别人不知道的痛苦，所以第一次见到生人，她肯定会流露出来的。陆老师，你赶快回去吧，大姐还一个人在家呢。那你这么晚一个人回家行吗？有什么不行的呀？哎呀，谁敢劫我呀？这个有人敢劫我的，得需要一定的胆量。我不劫他，就算他运气了。你呀，总是天不怕地不怕。说到底，你还是个女人呢。你就是桑岩的妈妈吧？是。进来吧。故意不想让他表哥上好学校，成心的他。
说什么呢？谁成亲啊？谁成亲的？我看你成亲，你成亲让你外甥受处分是不是？你现在满意？你现在满意了吧？你再敢影响我儿子的前程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林淑玲，我告诉你，我一直在让着你呢。再怎么说我也是爷们儿，你还真六亲不认了你？我今天就六亲不认了。林淑玲，林淑玲，林淑玲，你走回来点吧。给我儿子道歉，你给我儿子道歉！我道歉，我道歉！快道歉呐！我道歉，道歉！桑岩，就对不起你，就给你道歉了，就下回再也不敢了。小静，还不快来给你表弟道歉？桑岩，对不起，桑岩，对不起啊！我不去高科。你为什么躲我？老师打学生肯定是不对的，但是我不会向你道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是我错了，陆老师。我妈说了，说您打我打对了。打的不对。我之所以打你，是因为我已经不把你当成我的学生了。桑岩，人生险恶，往往是一步走错的话就步步错。你要学会保护你自己，因为你跟别的孩子不一样，你要有远大的理想。我明白了，陆老师。你现在还小，也许我说的这些话你还听不懂。不，我听得懂。我妈当年就是因为走错了一步，所以到现在还跟泼妇一样。你买什么？这个多少钱一斤啊？哦，这个一块，您要点吗？啊，不了，我再看看。他怎么了？跟谁打的？好哥，关心你啊？关心他？我有病啊我！我就是关心非洲灾民，我也不关心他。你去问问我，你去问问，来来，谁了？哼，瞧这点出息！您头上怎么弄的？没事。快，我问。
撞的？人家说了，不小心撞。他傻呀，自己撞门框。再过几天，让他上医院，别跑上风。你们俩谁也不理谁的，就累我傻小子。你去不去？啊，我去。聪明点，谁让他去医院？我。你就是要强，老师说让三圈就可以了，你非要转五圈。要不我绕一绕，送你回家吧。不要，你先走吧，你不能回家。行吧，你这，那我真走了。那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我帮你吧。谢谢你。没事。慢点。谢谢你，我先走了。真写完了，重写完了。那看书吧。没事儿。忍着点啊！我们冰姐最坚强了。您好好揉揉啊，过两天就好了啊。桑岩这小子还行，把你送回来，总算我没白疼他。都肿成这样了还逞强啊？明天他不上学了啊？啊，忍着点啊，从这儿就好了。乐什么呢？没事儿。没摔傻了吧？嗯，真没事儿。躺舒服了吗？我饭都做好了，等一会儿陆老师回来就可以吃了。我再帮你擦擦，哎，慢点。
大姐啊，你以后别再咬我了，行不？我知道你心里面苦，陆老师呢也没跟我说的太多，不过我从你的眼睛里面能看得出来，你以前肯定经历过特别痛苦的事儿。我帮你去换套衣服啊。陆老师，都脏衣服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老师，你看这衣服都脏了。脱下来，我给你洗洗吧。没事，我回去洗。哎呀，一会儿就干了。陆老师，您回来了。我正要帮大姐换衣服呢。陆老师，我给你洗的这件衣服，你怎么一直没穿啊？我们班南明杰今天怎么没来上课呀？没有，他今天跟老师请假了。谢谢啊。告诉你们，你们那游戏啊，现在早就落伍了，根本都没人玩了。现在我玩的游戏，那是最先进的了，太爽了。那、骗你，我赔字倒着写。你们俩先走吧。再见啊，再见。躲在人家门口不敢进去。桑岩喜欢南冰洁。再说一试试，信不信我揍你啊？说什么呢，小青？姑姑。呦呦呦，瞧把你气这样的，男子汉大丈夫，爱说让他说去呗。那哪行啊？人全校秋知道了。知道知道吧，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哎。妈刚才在菜市听说南冰洁的脚给崴了，妈买了点骨头，待会儿妈熬点汤，你给南冰洁送去啊。不去，就嘴硬吧你。熬汤去啊。这个骨头汤是我妈熬给你的，对你的脚有好处。谢谢你啊。你好，同学。锅里还有呢，再喝。不用了，你给我补习功课吧。我才不给你补呢，上次给你讲一道题，讲了半天你都不明白。那你不够耐心。我已经掰开揉碎给你讲了。还不够。我在外面给人写作业都是要收钱的，现在行市都涨了，写一次一块呢。看不出啊，成商人了。这事儿你可别告诉你爸，他肯定告诉我妈。
我挣这钱是有目的的。干嘛用？给我姥姥买个月球车。那我也塞一份。我不要。为什么？我知道你损我，从小你就心气高，谁比得了你呀？大爷，这汤是你妈熬的。啊，怎么了？真心香，真好喝。您怎么给喝了？你妈让你送给他，这汤真不错。他跟你说什么呀？啊？啊，这汤是给……回去跟你妈说啊，跟他说你泡叔从来没喝过这么好喝的汤，你尝尝，你尝了没有？我不喝。太好喝了。你们先学习，我不跟您捣乱，我外边喝汤去啊。我爸爱喝，你让他喝吧。这汤是给你熬的，没事儿。真香，真好喝。哎，看什么呢？新疆到了啊，价钱还可以。带着菜回家啊。没想到啊，手艺不错。昨天晚上煲那汤我全喝了。全让你给喝了啊？不是，你还像个当爸的呀？我那是给你闺女做的。什么话？平常也没人给我煲过。哎，陆老师，我要提前半小时到学校，能不能早点到我家？能，没问题。哎，对了，陆老师，给拿着，我都收拾好了。你干什么呀？你跟我还见什么外呀？拿着。那我走了。哎。南哥，爱一个人呐，那就得猛追。你看人裴淑玲。对陆老师那就是猛追，要我看呢，就你这怂人胆，就别惦记他啊！哪来的废话？哎呦，发什么疯你？说到你心窝子了吧？热脸贴冷屁股上了，活该你！行了，你看，怎么这样？我叫了半天，他不睁眼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有半个小时了。那耽误什么呀？还不。深更半夜的，这么晚了都不着家，一定是在人家过开夜了。哼，越来越不要脸了。他不会是跟陆老师了吧？不会吧？不会，为了男人什么事儿都干不出来啊！当初不就是因为这些破事跟家里撕破脸的？那你还不找找你妹妹去？找什么找啊？回头破坏了人家好事啊，又要跟我急了。哼，关门睡觉吧。他呀，明儿一大早回来就不错了。嘿，关门去啊！关门去！
你不会离开我，就自己走的。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。没事儿，大姐没事儿了吧？应该没什么危险了。医生说，他每年都有一次坎儿，如果过不去的话，就再也睁不开眼睛了。所以我每年都胆战心惊的等着这个坎儿。这可真苦。是啊，天底下没有比他更苦的了。陆老师，你也别难过了啊，大姐现在不是没事了吗？那我就先走了。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？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说过，他是让一个男人给骗了。对，他出嫁之前被一个男的强暴过，这是他心里最深的秘密，他不敢跟任何人说。结婚以后，他有一天看到了那个男的，那个男的把他泄密，就把他害成这样。姑，你回来了。啊，青儿，饭热吃，吃完了赶紧上学去。少在家里学坏了，乌烟瘴气，没什么好人。一大早的你想干什么呀？我教训我儿子不行吗？小青，你给我记住了，长大以后做贼偷什么都行，就是不许偷人。哎，知道了吧？你说什么呢？你把话说清楚了。我说什么呢？我说我自己呢，不成吗？我偷人，我不要脸，成了吧？你说什么？妈妈，你赶紧走吧，快点。走了。你给我骂，骂出来呀！你都骂出来啊！这一大早的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妹已经累成这样了，有点当哥的样。喂。
你问问他为什么累成这样，偷汉子能不累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把话说清楚了，谁偷汉子了？谁呀、啊？你少不害臊吧？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谁不要脸了？你说啊。到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等着看咱家笑话呢？我没做亏心事，我不怕。没做亏心事，你拉倒吧你！你蒙谁呢你？就你和那陆老师，就那小白脸，你们俩的事儿谁不知道啊？现在倒好了，变本加厉了，在人家过夜了你！说什么呢你？行了你，孩子们都在。你别拉我，让我把话说完。再搁以前啊，这就是破鞋，你们俩就是奸夫淫妇。快走快走！快走！再说一遍！快说！我撑死你！我才累了我！别拦着我！心点，哎呀，心点！别听你哥，他那张臭嘴能说出什么好话来？要不他怎么混不出来呢？谢你，真的。我给您再喝一杯。来，陆老师，干了。挺好的吧？明天呀、啊，把这个带给陆老师啊。拿着吧，拿着吧，这不是什么贵重东西，这就是我的一点，我的一点心意。你把爸爸忘了？胡说八道！你就是想找别的男人。你给妈记住，妈这辈子除了你爸不再会有男人。如果以后有这样的事情让你发现了，你立刻跟我断绝母子关系，就当那小子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行吗？方言，快点，都打预备铃了。我不去了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你脚好了吧？好了，都能跑了。你没事吧？你快去上课吧，像你这种好学生哪能迟到啊？那你呢？我不上陆杰生的课。为什么？跟你说你也不明白，以后再告诉你。桑言。起立！老师好！同学们好，
桑衍呢？姥姥，舒服点吗？啊，好点儿，往下点儿。哎，对，桑衍，你今天怎么没上课啊？待会儿你到二奶奶家把那个月球车借来。姥姥，你先歇着，我出去一趟。你先歇着。哎呦，怎么这个时候来电话呀？谁呀？啊，陆老师啊，找桑衍。啊，去那边叫。买个月球车。啊。哟，怎么全是零钱呢？你没有整钱呢？没有。哎，小朋友，你这钱不够。嗯。怎么会不够啊？您再数数。我数了，不信你再慢慢数一下，不够。对不起啊。好，没事。走一走了，看一看了啊！新鲜的黄瓜顶花带刺儿，2.5毛一斤了。都来看了，哎。走一走了，看一看了啊！新鲜的黄瓜顶花带刺儿，2.5毛一斤了。都来看了，哎。哎，这新鲜的，来来来，二胖，来，这好吃。哟，大姐，南哥，来。什么呀，这么酸？话梅，啥样吧？轻点，把孩子当贼了。卖菜、看摊、睡觉，东西拿走了都不知道。我这没拿走。你昨晚干嘛了？没睡觉？没有。家里有事儿？吃点这。什么呀？酸的，醒神。话梅呀！孙大炮，干嘛呢？这是老娘我的东西，借花献佛呢你？你这么没良心呢你？哼！怎么小家子气呀你？拿走走。哟，二婶，买菜啊？我不买菜，我是来给你带信儿。你妈说呀，学校来电话找桑衍。桑衍在学校啊？没有啊，陆老师说他没上课，也没请假，让你到学校去一趟呢。哦哦哦，谢谢你啊，二婶。有多少大学排队等着您讲课呢？我这次来，一个是到贵校讲点课，另外还办点私事。我和老伴来看一个人。您在这儿有亲戚吗？有，有我的亲孙子。哦，那是得看。这样，等您安顿好了，由我们学校派车送您二老去。您看。啊，谢谢谢谢，不用客气。麻烦您了，陆老师。啊。你说这孩子真是的。上哪儿去了呢？是不是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没有啊。有人看见桑衍了，可铃声一响就不见了。我给你家打电话，你妈说他回来又出去了。还回过家？是啊。哎呀，这孩子气死人了，他能上哪儿呢？你别着急，咱们四处看看。啊，上那边。哎呀。
我的。车在那边吗？不在，到前面看呢。行了，走。今晚早上抽烟，不抽不给你钱。